见证伯琉共和国与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联邦及伯琉共和国与圣文森及格瑞纳丁签署建交公报，仪式开始。请伯琉共和国驻台大使欧如凯与圣克里斯多福尼维斯联邦驻台大使范东雅签署建交公报。请雅国驻台大使复位。请伯琉共和国惠树仁总统与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公萨福总理签署建交公报。请惠树仁总统与公萨福总理至桌前交换约本。